妹现在有下那个禁酒令吗？因为有孕在身。当然、啊。为什么要禁酒令？啊？不是啊。好，演得到幽默吗？我可以哦。当然，就是孕妇，当然所有的孕妇都是要保持健康的状态，是啊，怎么可能喝酒？大概什么时候知道是林老师？第一时间知道。一起验。闺蜜。一起验什么？就是陪她一起验。知道当下的反应。知道当下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啊，但是我也知道她这个是有计划性的，就并非是意外，所以。其实是很恭喜他，非常的开心，也觉得哇，身体也太青春健康了吧，好棒，很棒很棒，对，就是天赐的礼物。应该是平常就是有照三餐好好吃，因为 Uber Eats 太方便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在 Uber Eats 上买纸尿布，对，可以，以后宝宝可以买纸尿布，对啊，直接送过去，对，对，就是。大人小孩都能用、嗯、我可能只能点得到腰果，但他自己有小腰果，所以有被邀约当干妈或伴娘，伴娘，伴娘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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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想问一下，会期待小腰果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嗯，都好哎，就健康快乐，健康平安，健康宝宝最好、嗯。有看到就是3月8号啦，就是有你们姐妹们一起合照。那想问一下 ，Hebe 那天看到那个 Selina 肚子的那个状况是比较大，还是可以帮我们形容讲一下？她穿的还蛮宽松的，所以其实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她的肚子这样。嗯，她的意思就是现在先不用问了。那那个 Ella 有没有特别担，就是叮嘱他，因为毕竟过来人。有啊，他有很多属于他的经验，对。有准备好什么礼物吗？打个金牌之类的。金。这建议好像还蛮。弄一块玉啊，蛮就是蛮长辈感的。不错不错，充满祝福。毕竟是自展哥问的。没有，我没有特别的准备。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礼物、哦，然后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教育跟新的体验。对，嗯，谢谢他来到这世界上。嗯，我想问唐老师有没有算过那个天秤或处女的宝宝，哎，个性是怎么样？有没有帮那个 Selina 或者？然后你们在帮他算什么时间？对对对，时间都很好啊，这两个都是完美主义者。有叮嘱妈妈要注意小朋友那个可能。主要是叛逆期可以怎么样安抚他，个性怎么样？你也想太远，对，我也觉得好远，是不是应该要帮他算一下他未来念什么科系？没有，等 Selina 来问我，是不是？